这是一只普通僵尸入侵，它很快被植物干掉了。如果是当100只普通僵尸入侵呢？哪种植物能以一己之力战胜它们呢？第一种植物，西瓜香蒲。第二种植物，热狗射手。第三种植物，骄阳豌豆射手。第四种植物，冰瓜香蒲。第五种植物，川菜投手。第六种植物，财神金盏花。第七种植物，豌豆大炮。第八种植物，汉堡射手。第九种植物，冰瓜大喷菇。第十种植物，双发仙人掌。第十一种植物，高冰果。第十二种植物，仙人三叶花。第十三种植物，僵尸豌豆射手。第十四种植物，招财猫。第十五种植物，吸金雌射手。第十六种植物，火焰花女王。第十七种植物，魅惑菇射手。第十八种植物，寒冰仙人掌。
第十九种植物，豌豆喷泉。第二十种植物，机枪卷心菜投手。第二十一种植物，黄眼机枪射手。